只有一只狗就好啦。我要发四个糖果，还帮我包好。是哪三天？下礼拜二、三、四。嗯，礼拜二是重点哦。对，礼拜二那个我休息那天，大家可以看杰克台，真的相信我。嗯，没看到就亏了，好吗？看到就转台了，好。真的，看到就转台了，不是看到就赚到吗？怎么看到就转台？帮按个追随一下，追随一下就可以走。追随一下啊！你不追一下，他下次还会继续穿啊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我还是不追好了，我还是不要追了、啊，我就点掉，然后再取消追随。哎、欸，哦啊，如果人家问一下哦，啊，这个人这个月追随过，啊，取消掉，下个月再追随算吗？该不确定啊，对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找漏洞，钻漏洞喽，应该是你啦。哎、欸，所以你说绿色那在哪？我想看。楼上啊，等一下。二楼哪边？左边、右边？左边下面。为什么有人直接冲进楼梯啊？这边。这个游戏都是什么时候？不一定啊，因为我们要抽到四个人。嗯。这边，好、哦，这边，记录档都会放 YT 啊。绿色钥匙的来了吗？只是看我哪一天上传而已、欸。通常一个礼拜内都会上传、啊，大概平均日是两天左右吧。在哪里？二楼的。二楼左边下面。楼上啊，里面有一个人哎、欸，哦，洗衣服的，啊、秋风哎、欸，哦，这里是洗衣服的、哦，嗯，所以这里是工作的地方，嗯，好吧，所以绿色的是工作的地方，这是吸衣吸血鬼，什么吸鬼，吸吸鬼，他是像吸血鬼的脏衣服的东西，他是姓工藤啊，不是哪一天公布啊，对啊，公开也是，我可以用洗衣机哎、欸。所以我们需要洗衣机出来吗？呀，看看会穿、欸，不行啊，工作的东西不能。可洗出来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弄。哦，没有，就吸血鬼衣服，因为他拿到是脏的啊、欸。会不会是这里啊？嗯、哪边？等一下，先去锻炼。等一下。好，那个最左边一楼左边医护室里面有一个那个博士，好像是从那边走出来的。说青色卡片对不对？对对，青色卡片。所以我们还是要青色卡片喽。要有护士，嗯，然后再加青色卡片。我刚刚是想说卡片的话，我想左边、嗯，就那个啊，左边的医院。然后你记得昨天我不是被扛进去走来走去抱着不动吗？就那里。嗯哼，哦，那个哦，嗯。他走到底有一个门、嗯，然后有按钮，所以有吗？哦，对，我们可以一堆人叫乔装成护，可是最里面还是要一张卡，对啊，就要青色卡、啊，对，青色卡，我看到青色卡的警察了，还是我不拿青色卡，我如果拿青色钥匙可以走吗？不行，刷门卡，哦，好吧，不然，嗯，我先去拿电路板跟电线。嗯，我去洗衣服看看。好，这么喜欢洗衣服出来会怎样啊？对，淋浴时间算了，我没去。那洗衣服不是就是工作位吗？那搞不好那衣服可以穿，或者放在某个地方也说不定。哦，喂，念念念，这卡片的警察在哪里？我刚刚有看到青色卡片的警察，在医护室。一楼吗？一楼。好，扁他。他只有在工作时间可以使用。对啊，就跟你说，那也就是工作的那个警察大人，借我揍一下啊！你这里好多人哦，超多警察。他去哪了？他在二楼。哎、欸，到了，到了。其实你如果弄完，然后把它放回去他身上，就不用再
就不用再躲啦、啊。但是他医护人员跑很快啊，很快就来了。真的，医护人员跑超快，不知道在干嘛。这你们复制了吗？好，已经有模具了。好，我已经躺好了。哎、欸，警察大人，不要这样！警察大人，去睡觉。警察大人，不要！警察大人，不要 ！No！ 跟上次没破完是同一关，是。因为我们重开了，因为今天的四人组不一样。嗯，不要啦。喊一不在。康娜，警察大人不要锁门啊！他刚做好防治通风口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？QQ， 还我两张卫生纸，两个胶水。好，我躺好了。我已经打出一步。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啦？刚谁触动警报的？可恶！他们去拿卡、啊，我们去复制卡片。警察大人，不要给你打，给你打，我身上没东西。要，刚刚挖到了。警察大人呐、啊。天命，你有梳子？梳子跟打火机？我有打火机啊，我家地上很多。那就找梳子。缺梳子。哎、欸，刚那个缺牙膏的还要吗？要胶水。哦，胶水要吗？用了、啊，我看到你家好多。那我这样缺卫生纸。我家地上不是牙膏吗？胶水吗？啊，牙膏、欸。不要点名哦。都点名了吗？点了。哦，牙膏哦，有梳子找到了。哦，可以出来。哦。啊，我先去工作一下。我要去洗衣间看看了。抢修风、哦。没有，他要拿那个钥匙去看。对吧？看一下。嗯，工作时间是两个小时吗？嗯，好，还是要不要再上来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刷东西？你说拿九九那边？等一下哦。哎呦，好，工作完了，我过去。叮叮叮，嗯。噔噔，嗯，你是瞬移出来的，超恐怖。没那么厉害吧？我是慢慢走上来的、啊。我看你是瞬移出来。我写了两件吸血鬼的袍，不知道可以干嘛？可以穿吗？还是脚？不过我拿了一个电路板。哦，可以，电路板先留着。不能穿，不能穿。哦，好。不过我先洗两件出来。嗯，打火机。嗯，小雨那边有打火机。还需要做避雷针吗？避雷针一个就够了、啊，已经有了。嗯，当表。当然。以往太废了，以往太废了，没关系啦，就继续。打火机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已经有卡片了，亲自卡片有了，所以现在要做护士服。嗯，有漂白水印就可以了。有，我有。你有很多瓶吗？不然就去作为护士就好了。护士，正常来说，我不知道、啊，不能做吗？好，两瓶，巨的，先存着吧。我们就凑四个。好，对。那个是不是违禁品的话，就直接丢地上也没关系吧？有点面的地方。好。好，去。
那个可爱小房间，盘子小房间，这是谁？然后去看看有没有吗？小铲铲房间，晚餐时间，吃饭喽，加班喽，好吃过了。需要开吗？嗯，不用。去楼上啊。嗯。Tom， 现在还要做什么？嗯、现在操作。操作。我现在我已经没有余额了。嗯。港机将累积到下一次。现在我们要那个啊，做护士服。黄黄的皇冠的东西，那漂白黄黄的，嗯，地上也没有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有东西可以吃哎、欸。什么东西？蔓越莓干。哦，你说吃？你说现实有东西可以吃，我以为你说游戏有东西可以吃、啊。没有，因为我最近减肥减到觉得心情太差了，所以我决定买一点感觉健康一点的东西。让自己稍微可以吃一下，让自己不会心情那么差。特别是在大半夜，一堆人贴给我食物照片的时候。虚后水是什么啊？胡须水吧？还是什么？胡须水吗？虚构虚后，我在一起猜。一起胡须的。胡须是喝了就会长胡须吗？刮胡。当然是刮胡子用的。来啊！搞定啊！也不知道是我有了，我有胡子啦。刮胡须，没听过。对，没听过。哎，好像没有漂白水了、欸。没看到。两罐。嗯，那就两个人进去吧。搬两个人也可以啊。对啊。先吧。点的。嗯。几点熄灯啊？点，十点。哦，那就算了，那就明天吧。要先点名啊。哦，没关系，反正我家离点名很近，等下再走出去。先眯一下。对啊。我买了两个，我买了一个是蔓越莓干，一个是蜜枣干。棒。有没有？你要把我桌子搬走好吗？请问，你知道怎么起床？好傻笑啦，吓死我了！我的智障！睡觉。这个人怎么怪怪的、啊？挥我一拳把我打死！蔓越莓泡茶好喝，真的吗？这我倒不知道。那我去，因为我最近很常去小七买午餐啊。然后刚好这个是买一送一。我觉得热量没有很低啊。可能原来也是甜的东西吧。你真的是屁孩！不、哦，我的工作台要被收了吗？熄灯喽！熄灯喽！你在干嘛？打人呢、欸？要加班的吗、嗯？没有啊，今天不礼拜六吗？今天到十一点啊！今天到十一点啊！拜，这样哦、喔，在楼上打架啊！我要打架，我要抢他的衣服啊！好了，我要回去了，拜拜。这样走才能做护士服啊？哦，对啊，不然你自己身上这一件做完，到时候就没正常衣服可以穿了。是铁头的样子。
不是啊，我就是那个啊，就是真的很饿，然后就是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就吃一点。对啊，嗯、不好意思，好像缺了谁？哇，就干吃啊！哎，悲伤。你有拿卡了吗？卡，我在我这边，卡在我这边，还要吃完早餐。吃完早餐，今天去吃早餐，来小舅吃早餐。对，要吃早餐喽，陌生人你好，你好，陌生人你好。啊，那我好久没有吃早餐了，来到这里之后我还没吃过早餐呢。哇，原来是不吃早餐的啊。要怎么拿早餐啊？这里的。这边，早餐时间还没到。哦，对哦，想吃啊，还没准备好，还在热锅啊？你在干嘛？哎，谁啊？啊、，sorry， 那个谁啊？怎么那么累啦 ？sorry， 早餐时间，吃早餐，哎、欸，坐一桌吃早餐，坐，你们少了一个朋友，你们少了一个朋友，没有，没有少，没有错，坐满了，啊，他看他们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人吗？什么？看看是谁？这边坐满了哦，这边有人哦，旁边有人哦。你要去拿吃的啊！你欠打、哦。真的，你看，在那边的人会揍了。被追了。哎、欸，这是谁？已经凑满一桌了，然后吃饱了，是吧？法师，走。法师，好了，我们走了。走。你看，你害我们花了30分钟。我只是想坐下，我只是没点餐，想吃啊。